这么好的一个临景房，我们今天也没法待了。昨天晚上我们到了这儿，结果到晚上才发现这儿没有网，信号特别的差，然后就是我们车里真的没有水了。我刚刚还想着拿点盆儿去前面那个泉水那儿搭一盆水呢，结果那个泉水它也没有水了。哎呀，我今天的刷牙洗脸都是个问题了，这可咋整啊？打开水泵榨干它的最后一滴水。哎哎呀，哎呀妈呀，好，给我刷牙，给我刷牙，用纯净水洗脸，我的妈呀，我也能这么奢侈一把了。现在我们就上路了，离开昨天那个地方，因为那个地方好像又暴露了。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，因为那个地方虫子太多，信号还不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就离开黄岛，然后具体下一个地方在哪里保密。得先去做个化妆。对，跨海隧道进去了。房车也是能走隧道的，那高度是完全够的，限高4.5米，我刚看了。你刚没看到那个牌子吗？没有啊。隧道上面有一个牌子显示距离海平面82.几米。我们现在真的在海底哦。对呀、啊。青岛市区真的太难停车了，我们现在准备找个营地停车。喂，你好。我咨询一下，咱们这边是那个石老人房车营地吗？那边现在能停车吗？是现在还没有正式营业还是？行吧，那我们再看看。哎呀，人家营地也没正式营业，然后我们俩现在真的不知道该去哪儿了，主要是还没有接到水。我们现在停在一个停车场，这个停车场有卫生间，但是也是不能接水的，所以我们俩很纠结。好难呀，市区真的好难呀。不能来市区，知道不？又漫无目的的走了几十公里了。加油站也加不了水，卫生间也加不了水，房车营地也没开门，哎，只要加到水咱们就简单了。其实水咱们用好多天，收费呗，对吧？水呢，加不到水啊。愁死我了，城里面真的好难呀、啊、没找到加水的地方，找到了一个做核酸的地方，我们先把核酸做了再说吧。这叫什么，这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，那个核酸检测点就在那个树下。我们现在核酸已经做完了，然后停在这个停车场，我们俩就觉得不想走了。这个停车场真的挺美的，那边有充电桩，看到没？有充电的。然后这边是海岸线，这边就是海岸线。我们俩就不想走了，就想在这儿待着。但是呢，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我们俩依然没有水。做完核酸回到房车里面，我稍作休息，心态平稳了之后，我找到解决办法了，就是得破点财。我们的房车是200升的水箱呀，一桶纯净水19.几升，我就是买纯净水把房车加满也才10桶嘛。妈呀，在市里面，不在偏远地区，在市里面一桶纯净水顶多10块钱，也就是100块钱，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呀。何必搞得愁光满面的，就忧愁满面，然后到处去找呢？我出去烧油不花钱呢，就是心里过不去这一关。太奢侈了，我都觉得有点浪费，或者是有点奢侈。但是真的没办法了，加油站、饭店、公共卫生间，能想的地方我们全都想过了，都加不了水。市里面真的加不了水。所以啊，我给大家找电话，我让他送纯净水，送10桶。看还没的，就像这种一次性要10桶的这种大客户，看还有没有优惠。
哎呀，我居然过上了这种日子。所以你要洗脸的时候啊，你就一定是那叫春雨贵如油，你防止的水比油还要贵，我跟你说，你就省着点用。尽量就是说洗完刷完牙的洗脸，洗完牙的洗脚，洗完脚的对吧拖地，就这样用。在我聪明大脑的运作之下，问题迎刃而解，送水的车已经来了。壮观不壮观？十桶水。那天出泉水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泵劲儿有点小，这个泵真的有点劲儿，真的是小，特别的慢。管子7块，漏斗3块，总投资10块。这个水泵太慢了，只能再搞一个漏斗，从下面这个加水口同时给它加了。这点管子7块呢？你以为？大成本。只怪咱们俩太相信这个水泵了，家里那些漏斗呀、水管呀都没有带出来。哟，塞不进去。哎，可以可以，吓死我了你。哎呀，你别浪费啊！都是钱买的呢，水管有点长，到时候把它往这个上面一固定，就不用人捉了，对吧？嗯。哎呀，完美，太完美了，没有什么事情是钱解决不了的。嗯。你稍微晃一晃，对，要不然他光炫我，光在这炫不进。好嘞，哎呀，我天哪！在2个水管的持续加水下，终于把十桶水给加完了。老郭现在去还桶，我赶紧把这儿给收拾一下，这些桶的盖子啥的。哎呀，让我看看加了多少水。哎呀，差不多加满了。哇，哎呀，终于完了，3点了，水的事情终于解决了。总耗资70块钱，一桶水比我预期的便宜了一半，我说的是10块，5块钱一桶。然后呢，因为过不来，那个师傅又给我叫了个面包车，加10块送过来，然后呢再置办一个漏斗加一个管，10块，总共70块解决了。而这个就是成本，这就是以后的资产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很划算，我觉得比我想的要少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心疼。知道你那个苦难是怎么过来的，你就不用心疼了。光这个过街的这个通道，地下通道，我跑了5回，姐姐累死我了。早上我还说我用纯净水洗脸太奢侈了呢，接下来就是纯净水洗澡了。哎呀妈呀，终于可以休息了。给，中间这一口给你，要不然又老人画饼了。嗯。啊，天哪。啊！为了照顾视频播放标准，要不然我就脱衣服了，热死我了。30度。